到这个好久没用女娲排位上分，今天我们来用女娲排位上分啊。其实女娲排位上分还是非常好用的啊，目测好像现在她的胜率在法师中还是非常高的。这边韩信想怼我，一个一技能推过去直接推死他是吧，看我的怼他。终结了韩信前面的很霸气，然后一个三技能快速支援，一个一技能推过去啊，又击杀了一个韩信。虽然不是我击杀的，但是我有助攻，啊这个钟馗是被我击杀还是不错的。这边又是一个打滑推过去，然后一个准备闪现啊，这边有人怼我，对方后羿怼我，一个闪现闪到墙壁后面，一个大招过去怼过去，然后韩信又来追我啊，我们的鲁班来支援啊，躲过，然后成功的击杀了对方的后羿。这边又是对方的后羿啊，两个三技能堵在那里跑不掉，最后就给我压死在那里，活生生的被压死在那里，那种感觉是只有女娲，只有玩女娲才能体会得到啊。他一个大招过去，这边钟馗想抓我，太钩子太短了，这边蔡文姬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啊，我这莫名其妙就收了个蔡文姬的人头。看我一个大招 ，P 的过去，哎，堵住了一个三技能飞过去压，直接把后羿给压死了。这个差点就超神了，可惜呀、可惜对方不精打，一下子就被我们家给推掉，然后这就这么轻松的赢了，太可惜了点啊，就差点超神，没有临死玩的超神，那才叫做帅气，对吧？好，那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用练练这个女娲啊，用来上分，中路上分还是非常不错的。